4200年以前才从台湾的东部离开台湾。那马达加斯加岛这些人呢，是从波罗洲的东南部迁移过去的。在我们现今的生物学的知识里面，唯一能够解释太平洋构树都是磁性 CP17 这个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它就是随着南岛语族迁徙被携带入太平洋的一个证据。周日晚间10点，一起深度看见台湾，认识南岛。